老杨家鲜鱼护汤粉。我从窗户进去。快运起不起的？嗯。快运起不起？快运吃不吃？可以啊，来一个护汤粉的，来一个。老板来一碗。来一碗啊？哎。有啥有没得呀？啥？腰边去吧，腰边。要他腰是吧？那油条搞一根了，这行啊，两根，这行啊。三块钱一碗，三块钟关门吧？下午2点关门吧？嗯。我上一次老板说2点关门。是三位老板，你好，看到今天专门的吃，好长时间没吃，不方便你。我把粉带回来多嘞。好长时间没吃了。我买两碗汤是不是多了？哎呀，不多了。好了。呀，我感冒了嘞。啊？什么味道？好吃。里面你放了那个虾皮是吧？虾皮、榨菜、葱花都要放，不放味道差点。我知道，那不是差一点，差远的。那可以玩的。好长时间没吃胡汤粉了，就欠这一碗。胡椒好像少一点，小点声，免得老板听见了。胡椒少，胡椒少一点是吧？你方便，我来拿，我来拿。嗯，也可以。以前五十路这边有一家，那时候坐小五过来，总在那家吃，味道蛮好的。现在地铁通了，没往那边走的。反正这个冬天吃一个蛮好，热乎乎的。这现在是6块钱一碗，7块钱一碗是吧？油条两根，1.5一根，3块，两个人10块钱搞定了。中午左边是油条的，右边是这个煎葱油饼的。